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妙妙。今天呢，要介绍给大家一款非常好用的 APP——台中公车。这是一款呢，为了公车族所开发的 APP， 就由我来为大家介绍几个实用的功能吧。首先呢是旅运规划，只要输入出发地和目的地，系统会自动规划路线，并且呢提供多种方案，可以依照你的喜好呢选择最佳的方案。如果查询的路线呢有施工改道或是任何异动的话呢，系统也会跳出提醒，让你提早调整路线规划。接着呢，因为我们台中有18家的公车业者，公车颜色也都不太一样，所以依照公车的颜色，可以在路线图右侧显示小图示，让你方便用颜色来分别要搭乘的公车。另外我们还有上下车提醒功能，点击要搭乘的站点之后，就可以在公车到达之前设置上车提醒，这样一来就不用再追着公车跑了。在到达目的地的时候，也可以点选目前搭乘的乘车车号，设置下车提醒，再也不用害怕会睡过头了。接着，如果你是天天搭乘公车通勤族，可以利用首页的上下班客功能，只要点击常用路线，加入最爱，设定每天上下班都要固定搭乘的公车，是不是非常方便呢？还可以依照假日啊，或是不同行程设置不同的名称哦。最后，如果你跟喵喵一样是个小迷糊，东西南北都分不清楚的话，就一定要使用这个站牌导航功能，只要点击右上角的导航按钮，就可以帮助你走到附近的站牌。看到这么多实用的功能，是不是很心动呢？现在就去下载台中公车吧。